一支蜡烛如果没有心，就不能够点燃。即使有心，没有点燃，才会有真正的意义。各位在座的长官以及所有同学们，大家午安。哎，我们是台湾新的慈善会蛮快乐义工会，今天很高兴的能够来到这新竹监狱，和大家共结善缘。希望在今天下午时光当中，能够带给大家无限的欢乐和那个幸福，好不好？好，来请用一个热烈的掌声。首先，我们请到我们新竹的监所和卢辅导官来帮我们做简单的致辞。我们欢迎卢辅导官，掌声鼓励一下。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台湾寻德慈善会还有快乐爱心义工队前来做关怀系列巡回义游。那我们现在请各位同学热烈掌声，让我们颁发感谢状给两位单位。我们首先请到台湾寻德慈善会的何理事长来接受这份荣誉，我们欢迎何理事长。我们台湾寻德慈善会的何理事长，我们也请到了快乐爱心义工队的那个曾大哥来接受这份荣誉，我们欢迎曾大哥。快乐爱心义工队的曾中坚大哥，我们也请到了台湾寻德慈善会何理事长呢，也帮我们做简单的致辞。我们欢迎何理事长。但是他们的表演是有职业以上的水准，还相信了、哦、等一下的表演会带给各位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时光。在这里跟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我们谢谢我们台湾的慈善会的何理事长，我们请到了我们快乐爱心义工的曾中坚大哥也帮我们做简单的致辞，我欢迎曾大哥。谢谢大家，祝大家健康。好，我们谢谢。